万圣维，一个绝对的人生赢家，大学就读于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，并在 CUBA 取得了 MVP 的荣誉。2018年7月，在 CBA 选秀大会上，以第38顺位被曾经的八冠王广东宏远选中，跟自己的偶像易建联做了队友。入队的第一个赛季，就跟随广东拿到了球队的第9冠，在《敢梦敢当》的纪录片中一炮走红。有很多人说，老万已经很成功了，可万圣伟并不满足这些。对于他来说，上场打球才是自己真正的目标。一个赛季，他减掉了40斤的体重，得到了杜峰的欣赏。现在的万圣伟上场时间依旧不够稳定，但只要老万上场，他总会吸引我们的关注。这是他努力创造出的机会，这小人物的故事也真的非常美好。